乐乐，乐乐，我先走了。我们能谈的吗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想也没有什么可谈的。这些天我一个人想了很久，我想了很多事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真的要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。这几天我非常的痛苦，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如果我给你一个机会，那我自己就失去了一次拥有幸福的机会。请你别这么自私好吗？乐乐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把那些问题都处理好的。程小鹤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有的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。这么多年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未婚妻，你就不会允许其他女人进入你的生活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你依然没有放弃你的婚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舍不得你所拥有的一切。我很有自知之明，我很清楚，像我这样的女孩最终不会是你的选择。乐乐，终究是要放手，何必呢？不放手，我不会放手的。我光想到你要离开我，我光是想一想，我都要疯了。所以我不会放手，我绝对不会放弃的，乐乐。你这是占有，根本就不是爱情。你放手，放手，放开他。松磊，他不想跟你说话，看不出来吗？你走开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少他妈废话，再废话我冲你，你信不信？王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就凭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女人？陈小鹤，你疯了吗？乐乐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你没事吧？我一直都在跟你说，他是个骗子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啊？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？对不起，我其实不想笑的，但是你现在样子看起来实在太像一只大熊猫。对不起，我不笑了，绝对不笑。你怎么一点都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呢？别的女孩失了恋一定会躲起来在家里边哭，你怎么跟没事一样？为什么要跟别的女孩一样？再说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为什么要哭啊？对，你和其他女孩一点都不一样，你一点都不像个弱女子，让男孩一点保护的欲望都没有。谁让你保护了？我要你保护了吗？你可以离我远一点，离得越远越好。我告诉你，乐乐，我早就想离开你了，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想离开你。我要能做到，我早就做到了。王磊。